最近很多人说我欺负，那我就把那把狩猎模式全局视频放出来吧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觉得自己做的没有任何问题，如果你接受不了，可以取关我，拉黑我。当然如果骂我或者想带节奏，我也可以骂回去或者拉黑你，最后开麦求饶，那就是为了节目效果。还有最后要到大门的时候那样说话，也是为了节目效果。什么效果呢？如果经常玩梗的肯定懂，之前第五有一个很火的梗，就是前锋躺在地上说不撞了，转头就说马上来撞，就是这个图片。好了，下面你们好好看吧。
我了，别打我了，一老实，求放过，求放过，一老实，求放过，一老实，求放过。一老实，求放过。一老实，一老实，下次我还要做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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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我还要做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笑死，兄弟们。